Asthma affects 315 million adults worldwide. 107 million of them live in Asia. Up to 10% of asthma cases globally are severe, of which approximately 40% are uncontrolled. AstraZeneca are transform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ith respiratory diseases across Asia through the Healthy Lung Program. The Healthy Lung Program is tackling asthma and COPD by forging new partnerships, improving understanding and skills, and addressing capacity and access.觉得风无刀割，然后常常觉得喘不过气来，然后非常的劳累，然后甚至感觉手无缚鸡之力，然后全身没有力气。台湾的气喘盛行率大于15岁的成年人是10到12%。换算成人口来看，大概有200万人罹患气喘。大概走10步就喘不过气来，连讲话都非常的困难。然后他们要一直包容我，然后还要再鼓励我。我其实觉得内心非常的难过。台湾气喘照顾的与欧洲跟日本相比，我们的死亡率是欧洲的2倍，日本的5倍。台湾已经有一个我们叫做气喘改善方案，简称 P4P 计划。健康肺计划呢，在我们学会跟 AZ 公司的合作之下呢，其实我们是希望以我们原有的这个气喘改善方案呢为基础，那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或者是照顾病人的概念呢，经由这样的一个Health Lung 的计划以后呢，我们可以经由这样的平台呢，提供医疗从业人员更进一步的最新的医疗教育，关于这个资讯的提供。那我们也提供很好的这个病人的卫教教材。我大概是104年5月被诊断出气喘，那时候肺功能检查报告是说我的肺功能大概剩下70%，听医生的指示，用药大概1-2个礼拜有改善，后来我就没有再用了。再去看医生，后来才知道说肺功能只剩下大概40%。医生跟我讲，他说你的肺大概你的功能大概就剩那个70-80岁老婆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好像事态严重。我们在台湾气喘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一般基层诊所来治疗，那基层医师呢，他并不是全部都是胸腔科医师，所以他们对气喘的这个诊疗的概念用药呢，都跟我们讲的临床指引差异蛮大的。对病人的照护来讲呢，指引上的遵循度也比较差，所以气喘的病人在不是专科医师的治疗之下呢，他的治疗的成果呢并不满意。那譬如说很多医师呢都是开立短效的气管扩张剂给病人，同时也开立比较多的口服的支气管扩张剂。经由 Health Lung 的 Program， 我们制定比较好的气喘诊疗指引，建立一个教材呢，利用教材的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让基层医疗医师呢得到最新的知识。ACE 就是我们讲的气喘认证的照护中心呢，其实是我们学会跟 Health Lung 讨论出来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经由我们学会认证的医师呢，他也参加再教育，他也利用比较好的卫教来教育民众，使得病人能够得到最完善的气喘的照顾。那现在比较不一样呢，那现在的话，譬如说，我还是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生活啊，譬如说，我很喜欢假日的时候去买菜煮菜，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经由 Health Lung 的这个计划以后呢，我们台湾已经有300多家的气喘认证照护中心。那这个气喘认证照护中心的所有的这个医师呢，都接受了我们一定的课程，同时他也持续的在接受再教育课程，同时他提供病患呢比较好的卫教跟照护的这个模式呢，实际上有将近有20000人的气喘病人呢，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气喘的照顾。如果说一般的社区能够多普设一些像这种诊所，有关气喘的诊所，我觉得对气喘的病患是一个很大的佳音。我觉得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
然后提供一些卫教的尝试，然后多一点关心，然后能够让病人更有一些那个更有信心，然后来按照医生的指示用药啊，定期回诊，然后接受检查，那这样子对病情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对气喘病人的照顾呢，台湾的这个 P4P 加上这个 ACE 的这个计划呢，值得其他各国来学习。